天是8月24日下午5点西门町。看了激光香香机，大概可以知道今天的人潮。幸福堂怎么可以撑这么久？难道他买下来店面了？天堂珍珠真鲜奶，原价真的替阿宗面线，担心平日没人就算了，假日也没人。爱城的店不会要关了吧？听说他亏很多。这家三角窗有一家超好吃的点叫古潮鸡，因为疫情影响现在关了，现在都要去信义园摆 A13才吃得到。这家古潮鸡爱吃的点也是他们都不加食品添加剂吃的超健康。希望疫情后这家古潮鸡可以回归西门町，不然信义园摆 A13好远。
小吃摊都有出来了。里面我最爱吃的是一家香肠店，超好吃，但是是一个老人家开的，不常出来摆摊，他说都是自己灌的。大楼要回复，不知道要多久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留言加分享。